而已。是哦，但是老师你的角度在看我们农，看农业。农业的话，那我就重复两个柚子的故事是吧？哈哈哈哈哈。我很爱，哎，其实这两颗柚子的话，这两颗柚子是来自花莲鹤冈，某部落，我忘记了名字。然后是因为我在网络上面看到那个。有一个不错的，我要介绍给大家，他叫做林香良。我就觉得，要过来讲话。林是那个林姓的林，然后香香土的香，粮食就是那个优良的粮，林香粮食。然后这个算是原本现在有在，他们会在台湾四处花莲各方面找到了好几个，没关系啊 ，OK。没有，那种六七十岁，那他们的。那在部落里面，他们的柚子品质虽然很好，可是，就是他们很难把握说可以在中秋节之前卖完，因为他们说中秋节就是柚子的大限，就是过了中秋没卖出去，那这样子一颗这么漂亮好吃的柚子，可能就是2块3块，就是比水饺还便宜，贱价的，对，花莲哦，对，哦，那可是这是关系到他们就是一整年。收入，所以他们就今年我看到他们就在帮忙卖这个柚子，我觉得就是看来蛮心动，因为他这样子一箱，我买的是10斤装，然后这样子的柚子大概12颗左右，然后这样含运费才480，所以花莲过来，对，因为我们家我们有一个那个我妈妈有一个同学，就我叫阿姨，然后他们在麻豆，所以我们家其实就从小都是吃麻豆饼干。然后所以其他的柚子我都觉得说应该就是说叫柚子吧，可是我那天我订了一箱要送过来，然后那天晚上已经很晚了，快到12点，可是我实在太想要吃一颗看看，我就想说好，我剥一半来吃就好，因为我没有想到一吃之下就是惊为天人，什么花莲的，就差不多11点50分开始吃柚子，然后我就一整天都吃光，然后很满足的上床去睡觉。那我要说的是，我觉得啦，网络很可能是一个新兴的一个可以真的是有效的帮助农民还有消费者的一个很棒的一个管道。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想要推荐给大家。然后这一颗柚子其实也是花莲来，可是它比较丑一点。然后这个柚子的话是，是不一样的地方，应该都是鹤冈，都是同一个地区，可是我不确定是不是同一批品种。然后他说，这个是有一个叫做青少年公益组织。在然后这个我知道青少年公益组织是前阵子8月底的时候有发起一个军师孙子帮你提行李的活动，那他们办完这个之后他们就也是帮农民在卖农产品，那他们这个很酷的东西是他们卖的很多人都是卖礼盒嘛，那礼盒的话有他那个大小的限制，所以那就需要小一点的柚子，然后他们说很多的柚子因为太营养长太大了，反而就是变得价钱就会一直被压低，因为你塞不进礼盒就买，那所以他们就专门要卖这些没有包装的哦，是哦，大柚子，而且他们就是直接用麻布袋装着，然后这样子50斤，大概40来颗，然后这样卖1000块，40颗1000块。就其实这样算起来，1斤20块跟路边是差不多的价钱。那所以这个很妙是今年的教师节，我们班上又来了这样一袋的。然后我班同学就很可爱，他们就是我们班同学已经高3，他们就是把这3年来教过他们的两位老师，我送一颗。哦，明白了。哇，一个台币哦，一张小卡片。对啊，我就觉得说，他们有想到这个真的很棒，就是你在消费的同时，其实你是直接的连接了消费者还有农民，进阶的帮助嘛，
那个台东有一个布隆部落哈，不知道他们前阵子也在发起一件事情，就是好像是风灾之后，他们有一些加工的场地啊都毁损，那那个牧师啊，这个白牧师是不是？他为了要筹措这些经费哈、啊，所以发起一个活动，就是他跟大众哦、啊、那个借钱，就是你可以就是从1万开始借1万、2万、3万，他预计5年后就要还给借钱的人，啊，所以就有用也是透过 mail， 因为我们有去参访都有留 mail， 然后就大量的送都有送到，偶有汇1万块过去。它有个期限啊，就是说你几号前汇那个汇款过来，我们就会有赠送他们做的，可能有做一些熟食嘛，哈，或是农那个农产品嘛。啊，因为我没有在那时间，没有跟，那不是很重要，就是说好可以资助他们，让他们族人可以透过那个地方哈，可以自己自主。啊，有个好处就是他有寄收据的，然后又寄2张免费住宿的，就是用代票，你可以签约住宿。可是很多人都在用，都在想尽办法哈，要用一些方式哈，让族人可以生活下去，有点就是援助。